国际特赦组织于5月22日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另一名维吾尔被拘留者马赫拉亚克布，他因向澳大利亚的父母汇钱而被拘留。这是最近几周该组织要求释放的第四名维吾尔被拘留者。马赫拉是东突厥散伊宁市一家保险公司的一名雇员，他于2019年3月被拘留。他的拘留原因是他于2013年帮助住在澳大利亚的父母购房。他和国际早些时候曾要求释放新疆大学前院长塔西普拉提塔伊普、伊斯兰学院的老师一名江赛丁和巴格达网络的创始人阿克巴阿萨迪。在美国维吾尔学院成立两年后，根据美国维吾尔学院的章程，该学院成员举行了电视会议，以选举该学院的第二任院长。在一次民主公正的选举中，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医学科学博士、糖尿病和肝炎研究人员阿布利兹·阿布杜卡蒂尔博士当选为美国维吾尔学院的第二任院长。武汉肺炎疫情自中国蔓延全球，造成世界各国重大损失，多国陆续向中国追责，还控诉世界卫生组织严重偏袒中国。而这样的控诉并非空穴来风，就有外媒透露，世界卫生组织早已任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妻彭丽媛为钦山大使，但官网上却未提及彭丽媛是中国领导人的夫人，仅称她是一位歌星。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于2011年任命彭丽媛为钦山大使，颂扬她全球知名的美嗓和富有同情心，还说她是拥有广大听视群众及仰慕者的大明星，却没提及彭丽媛有名的其他原因及她是习近平配偶的身份。同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记者周新华是世界卫生组织可持续发展与健康大使。香港时隔数个月再次发起大规模抗议，数千名民众24日走上街头，反对港版国安法和国歌法的审议，预计从港罗湾出发前往湾仔，沿途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的口号。由于游行路线遭到封锁，示威者分散成较小的群体，随后遇上警方发射催泪瓦斯和水炮驱离，双方爆发零星冲突，延续7个多小时。据悉，抗争过程中导致6人送医，其中一名女子命危急救，另有4名警察受伤，至少200人被捕。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最高官员呼吁要尽快在香港推出国家安全立法，不能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口。德国政府将向汉莎航空提供总计90亿欧元的纾困法案。在汉莎航空完全私有化近25年后，德国政府将拥有这家旗舰级航空公司至少1/5的股份。德国经济稳定基础是为了缓解武汉肺炎病毒大流行对德国企业的影响而设立。该基金将提供3亿欧元。以每股2.56欧元的价格购买这家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集团的新股，使其持股比例达到20%，这将稀释现有投资者的股权。